Assalamualaikum， 大家好，各位导师好，我叫古丽米娜麦麦提，来自新疆，今年28岁，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比较特别的新疆舞，希望大家喜欢。 Rahmat。青春代价，但是换来了全民族的大觉醒，就是说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啊！我记得邓小平有一次讲话，那这是我们这个付出代价的一个总结，他怎么说呢？不改革开放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啊，所以呢，从70年代末到现在改革开放，哎，就是我们看到国家的国力啊，这个各方面都是在发展在进步，那么这里头也就是我们付出了我们的青春换来的全民族的觉醒。我觉得不应该垂头丧气，好像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们是这个一事无成啊，我觉得不应该这么想啊，起码我们都做了一些有利于我们祖国人民的事情啊，这是我想要谈的一个感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是去新疆探索风光啊，满载而归啊，而且呢是这个一路上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故啊，个别的小的意外都很顺利的解决了。那我自己回来以后呢，才感冒发烧，也是安排的比较好了，不在我们旅途中来病了，也可能是太累了啊，那么这个就看不了那个病毒了。
到前两天才好一些，那么今天能够再跟大家在一起见面啊，也很高兴啊。大家看到那个我们出发时候的那些录像，是我们乐乐啊帮我们拍的，拍得很好，很感人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还有几位不是我们团友的呢，也跟我们一起来聚会啊。我现在大家看到有些东西呢，都是我们团友侨友啊贡献出来的。那么一边吃一边聊一边唱歌，就我们欢欢乐乐度过今天这一天吧。我就开个头，欢迎其他这个团友啊侨友啊来发表自己的想法啊。坐在那光满我就心里光满，真的年龄最大83，最年轻的就63岁，每天晚上我老师告诉我2点多，因为我还要跟侨友网上去联系嘛，他们每天要及时报道我们的那个活动情况嘛，所以每天我一定要 send 那个照片，但是我 send 照片都是我拍的照片，你们提供不了给我，因为我也理解到你们也是很辛苦的，大家都很累，所以后来到第三天呢，我跟他们香港汇报了，我说不要安顿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不行了。在路上呢，我觉得我真的很感动啊，我说如果这次去新疆你们搞得很好的话，是大家的功劳，是吧，大家的功劳，我觉得在整个路程当中大家都发挥了互助友爱的精神，从前面来讲家传啊，家传是在我们这次也是功劳不小的，是吧？后面的几个啊，给我们带来了欢笑，给我们带来了欢乐。他们现在搞得很亲的，你看，有个小姑娘啊，遇到了新疆先生，找了几个姨奶了。哇，他关系非常非常好，你看你啊。所以呢，我在那个回那个梁老师的回应那边，我也写了，真的，我经常自己在想，4年以后的我会是怎么样？一定要以邓大姐为榜样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她在体力上啊，毅力上，除人待人处事的方面，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榜样。她比我大那么多，所以就想，4年以后我会像邓大姐这样子。喂。像我不会照相的，我照相没但是你们都很那个都会帮我照相，其实大家本来就不认识啊、哦、像我们四个我就认识，跟朱居跟林婷就认识，所以说哎大家有缘啊，这个叫做缘分啊，哎我这个老师当然不在，你才懂吗、啊、还有那男的我们的那个阿飞阿姐呀，一点不介意，我们打可是古玩的玩都没了，大家一点都不介意，真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有缘再见啊，下一次大姐再搞一个，哎呀，再搞一次呀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谁要去学高中早饭？哈哈哈哈哈。这个可是呢，大家非常关心我，这个很多。朋友不认识的认识的都安慰我，给我很多的照顾，所以呢我能继续愉快的跟大家一起旅行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我看一下那老人团呢，这个是第二团了，第一团我们去上青山的是老人团，还有一个老人团就是我们回来新疆回来4天就去了南宁，又是一个老人团，也刚那么好，刚好也是28个，哇，这样的华中又一届的，他也是，也是28个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不是华中的。那我感觉到我们这个老人团有几点，第一，
虽然大家七八十岁，但是勇志当头，知道这个行程很艰苦，大家还是能够参加，包括我自己啊，我年纪比较轻一点。第二个，大家放开心情敢玩，这是最关键的。但是这迷路上我们大家不认识，说老实话，到今天我才认识这四个人。这老辈，这你这还不记得啊？但是大家可以玩在一起。第三个呢，虽然我们时间很短啊，大家回到家里了，这个时间大家是很幸运，没有大的事情发生啊。虽然有的回来病了，包括我自己的太太，她回来病了一个多礼拜了，还没全部好啊，是啊，感冒又拉肚子。就像我以前去柬埔寨，我去了柬埔寨半天，没事很精神，回到家里拉肚子拉了半天。那这里就叫我有机会我去参加啊！谢谢大家。刚刚前面我们出发的时候录像，他的形象最威风啊！代表了我们团的这个精神面貌。兄弟姐妹，这一次呢，啊，通大姐就带我们去旅游。去旅游呢，是我呢很开心，忘记了一切不愉快的事情。而且觉得身体状况也很好。平时呢，这个痛那个痛，这几天呢，四天这边呢，哇，好像很壮啊。而且这边是每天早上哇，我们爬山啊，对吧？哇，没想到我真的那么有劲啊！对，这是感谢大家啊！哎，我什么都很开心的，什么都忘记烦恼，忘记烦恼，人都青春的。谁呀？还是那个空气好，还是我们兄弟姐妹这个情谊啊，是我们那个春光满面呐、啊，让我皮肤都光花花的。